直的呢就是背面，我们来试试看啊。是从月法师的一觉醒，也叫做一觉醒，又叫做一觉醒啊。好，树里无人道，三皇始是秋。几间人间一觉醒，万阙百年幽。好，我们看看树里无人道怎么写。树里的树，好，从这里过来，我还是写比较传统的书写方式。好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树从下面下来，这样过来，往旁边出去，这样过去。好，这样过来的话，似乎可以从这里有一个书啊，哈、哦，一个铺，那个铺的写法可以写对啊。好，从这里过来，往下，往后面写。树，树里，里呢从外而内，往旁边出去，再下来，再过来。好，风口起来，哦，从这里下来。那有的理会这样写了哈，这样过来哈，从下而上画下去过来。好，树里无人道，无呢从这里下来。好，一二，一二三四，我总喜欢一二，然后中间先写，然后这个最后写，把它呢有一个捧上来的感觉啊，像出去暗中。好，然后呢一二，然后从两边出去，好，这样过来。五人从上而下往后弯上去，上挑，然后从上而下往下暗中出去，有一点点的雄强的力道啊，因为它的幅度大。树里无人道，那、啊、这个道的写法呢，我们写成这样，这样对不对？然后这样过来，然后呢，这样过来以后，从这里过来，往上再往下按出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说好像少了一个什么？没错，少了一个刀，刀我们就写在这里，写一个刀。好，树里无人道，三皇始是秋，山在哪里呢？在这里，山这样过来，对，往旁边出去，往旁边再出去，然后从旁边过来，旁边再过来，哈，好，平行这样过来，从中间往旁边角落写，然后这个交叉的地方在中间这个地方再过来，山哈，山，三皇始是秋，皇呢从这里过来。横画先写，然后在这里过来，在这里过来，然后从下而上，往上慢慢过去哦，出去，好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过来，下来，平行，这样拉下来，这样过来，平行，好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再从这里过来，三环，好，始是秋。始的写法呢，我们从这里一个女，哈、哦，从这里过来一个女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好，始这样过来，拉过来，然后这个稍微宽大，然后这样过来，是，是秋，是呢，依照我们的写法，就是一个言字部，言字部。那这个言字部不能写太宽，尤其是中间这个音也不能写太宽，那只能写长啊，往下写，啊、哦，这样写下来，紧凑，然后呢长长的，然后呢这个可以写成这样，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往下往旁边出去，这样对不对？好，从这里下来，然后画下来。始是秋，秋的写法呢，我们写成这样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从上而下画下来，不一定要画很长，从外面出去，然后再从这里
过来，往下，往旁边出去，然后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此是秋。再来呢，岩间一觉醒，岩间的岩，这个岩比较特殊啊，有时候呢，你必得要抉择哈，像这个有没有岩，好、哦、口，再口，然后呢从这里过来，往后，然后再一个杆，然后这样过来一个耳朵，再来从上而下往外写，然后呢从这里过来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然后从这里稍微平行，然后往下按，往后，不要太，如果你往后一直写的话会怎样，会太宽，所以往下往下，岩间，好，岩间一觉醒，岩间间呢从这里开始，你不要太宽，从这里过来往外，对不对，好，平行这样过来，平行，然后再过来平行，跟这个齐了哈，那这个也不能写太宽，大概这样就好了，往外。那这个间呢可以写日也可以写月啊、大部分古字都是写月，为什么呢，古时候的字就是月啊，因为月亮跑进门里面就代表有空间空隙的意思。岩间一觉醒，一的写法呢我们还是用这种方式写，这样对不对，然后再一画，然后从这里过来往这边带过来往旁边出去，好，这样一，好，岩间一觉醒，叫的写法，好，叫的写法，好，我们看看，从这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不能写太宽，好，这样子过来，这样过来，但是你不能写太宽，其实还是很宽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本身就是宽嘛。好，这样过来，往内，再往外，好，这样过来，好。你空间要紧凑，紧凑一点哦，免得啊，等下写不下去。好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从这里下来，然后再从这里往这边下来，往旁边出去。好，那这个要稍微过来一点点。好，那达到一个方向就是什么方向？就是上面起，下面撑持，一觉醒。那醒是油布的话，我们这样写啊、哦，看一下，油布可以这样写就可以了，写窄一点点，啊、哦，一、二、哈、三，然后呢一个星，这样过来哈、哦，平行这样过来，不能像这只就不能写太宽，因为你写太宽有什么问题呢？因为你写太宽字就会很胖。好、哦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个在这里由下往上往旁边出去，按重出去就可以了。因为你这一画把它画宽就可以，像这个就不需要宽。如果这个宽的话，这个字就不好看。哦，一觉醒。再来呢，忘却百年忧，忘呢，忘可以这样写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平行，好，然后呢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，从上而下往旁边出去，好，好，这样对不对，好，这样可以写，好，如果你这样起就 OK 了哈。忘却，忘却百年忧，却呢可以写什么写法呢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这样两画出去，然后这个口写了以后，好，然后呢这个部首应该可以这样写，从下往旁边往下面往外出去，忘却，好、哦，百年忧，百年的百，从这里，那这个是往上写，就是把它写的很雄强哈、哦，出去慢慢上来，有时候不一定要很尖锐，好，这样子写，然后这个还是窄一点点，不好看。好，平行，再平行，好，好，百年忧。
好，年怎么写？年呢可以这样写哦，这个可以往旁边出去，然后这样平行，再平行，再一二，然后呢从下而上，然后呢平行它出去，按住，要出去啊、哦，然后从这里下来，这样子，哦，百年优，优在哪里？优在这里。好，优呢本身就是笔画很多，那我们怎么写呢？从这里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过来，啊、哦，其实可以这样写了哈。一，然后再，从这里过来，其实这样就可以了。万雀百人忧，好，然后呢，从这里过来，往上再往下面，然后呢，这里可以写成这样，往外，因为一个心嘛，然后这个再长一点点，然后这个短一点，然后再站过来，站过来，好，这样。然后呢，从上而下往外写，往外往下面写，好，出去，忘却百年忧。好，那先说这里可能又有一点点问题，要我们再好好的来整理一下，看看可以往下面写一下下哈。好，这样 OK， 忘却百年忧。好，从这里看啊、哦，你们看到就是说它横的几乎都是。比较齐了哈，那下面有参差，那参差也没有关系，有时候如果通通齐也不好看，有参差反而比较活泼一点哈。好，这是崇彦法师啊、他是江西人，俗姓熊，少出于普元院，跟这个崇学于手志跟课文，住在江西多帅寺啊，开堂研法哈。好，来看一下哈，崇彦，宋，好，崇彦，法师，好，记，啊。他的题目叫做一觉醒，好，一觉醒，好，然后庚子下吴启真，好，啊，如果要前印的话也可以哈。好，我们前印就盖在这里哈，盖在这里。虽然有一点点接近，没有关系哈。好，好，盖下面一点啊，到这里来，一个到一个半哈。好，银锁中我们就盖在这里哈，其实也可以盖在这里了哈。如果盖在这里，可能就是要再盖一个压角，那我们就盖在这里。好，报一，报一。那压角还是可以盖，那我们盖哪里呢？盖在。盖在这里，下面一点没有关系哈，在这里，那
比较怕就是盖在太底下会垂得太重，圆的比较不好盖，因为盖了往往啊会歪掉啊。我们看看有没有歪掉啊。应该还好，没有歪掉。我圆的要盖的时候，常常会盖歪掉。那我要做一个记号，就是往前可以对准这个地方，哈、哦，就会没有太离谱，哈、哦。有的时候甚至盖斜掉，你知道吗？盖很难看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极金乐石啊、哦，那这个是抱一啊，刚、哦、好跟他的诗名啊，一觉醒啊、哦，一觉醒很类似，跟大家。来做一个报告哈。树里无人道，山黄始是秋，岩间一觉醒，忘却百年忧啊、哦，百年忧。宋崇岳法师记，一觉醒，庚子下月吴起真。这是五言的，算是绝句啊、哦，像这种很短的，又是有一点禅师的感觉的哈、哦，就会觉得很适合写稍微大一点的，像这么比较雄强一点、比较宽阔、比较遒劲一点的字、啊，可能写起来比较能够让人这个心情为之啊。开朗或者是疏解、哦、好像还不错、哦。